我总会有一个小朋友是立着的。青蛙啊，非常好。想象一下，你们肚皮底下都有一个小荷叶啊。起，后背，妹妹不错，画真好看，妹妹。落，非常棒。放松，请起。告诉老师，画真疼吗？好。一点都不痛，是不是啊？一点都不痛。